今仔日做即只叫啥物？皮刀鱼啊！即有诶敢像一个刀啊有无？叫皮刀，啊有人念念讲到像皮刀，所以有人讲皮刀，有人讲皮刀，皮刀和飞刀啦。你也讲较紧诶吼，听无清楚就变成飞刀鱼啊啦。系啊，皮刀，皮甲飞有点，那袂晓台语诶人，咱就讲啊，就是误传安尼吼，飞甲皮。啊，这鱼啊特别内底，伊有内底有一支菜刀，佮有一支斧头，内底插两项物件，插两项武器。好，来找看卖啊，食，食伫食。这啥？这个啥？这个是啥？你爱等下，爱自己夹起来啊，夹起来。无安尼看有。这个是啥？哦，这安尼看布头啊。菜刀啦。菜刀啦，讲唔对。这就是布头。好，来吹。这。这就像一支菜刀。我甲食 ，OK， 一支。这啥？葡萄啊，甲烤进去，有无？有像葡萄啊？好，较低。好。安尼个。加一个葡萄。我妈较早细汉人讲，这吼内底有插两项武器啊。插两项武器嘛用袂着好，嘛是去用钓起来，嘛是用掠起来。就是也特别啦，就是讲找趣味啊。囡仔较早无通耍，可能找这来耍。有啊，我以前咧食嘛，感觉食起来袂，这哪敢若有一个形状？这是一支菜刀，还有一支斧头，有无？可以啊，有啦。这像一个斧头，有没有？扑嘞扑嘞，一个斧头的迄个形状，啊，这是菜刀。较低相关。安尼菜刀安尼，啊，斧头的。斧头，啊，就安尼斧头。哦。是种食物件有一个趣味，就遮吹啊。啊，这袂歹食，种鱼仔无贵啊，啊肉也无啥刺啊，啊无啥物腥味啊，袂讲有诶做臭车，这袂臭车。对啊。所以这正名应该是皮刀鱼啦。皮刀鱼啊。皮刀啦，啊皮刀变成点诶皮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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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皮啊，嘿啊，因为我上网甲查过是，敢若正常是皮刀鱼啦，啊我啊查飞刀出来嘛是皮刀啦。而且虽然我妈拢讲台语诶，所以我也毋知伊国语是叫做啥物，啊，就知影这个皮刀鱼。好。来介绍这個，毋知有人看过无？这种鱼也毋知有人食过无？虽然有点嘛算常吃的一种鱼啊。好，介绍我食。